家的面膜，它应该怎么敷比较好？现在就来教大家。因为它的材质是植物纤维，所以它非常的薄。当初工厂在制作的时候，它就在这片薄薄的植物纤维面膜后面放了一块很薄很薄的塑胶垫片，就这样。正面敷在脸上的应该是这一边。Thank you.